不是我不愿意把你接倒回去，是因为我没任何理由和资格会当为慢条我的身躯边把你带离开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爸妈因有讲过啊，因也袂限制我的自由啊。我要去倒位，因为啥物立场通反对啊？搁再讲啊，我只是认因做客白客母，也毋是袂信服因啊。因要哪样去控制我？因为你是慢条湾，是耍侪年的细汉查某囝，我信伊。我是因的亲生查某囝啊！我哪会变作是万家的亲生查某囝？万条湾已经有我甲文耀看过恁的 DNA 报告，恁两个确实是平安结婚的。我再讲，万夫人在三十多年前因为车祸关系。家的查某囝失散，这个经过，我相信你拢听过啊。姐，你千万唔通误会，有甲王瑶迫害，你要甲亲生爸爸妈妈小林这件好代志。我今日专工甲这答应下提来给你，是希望你会当振作，会当让你的心情稳定落来。虽然你现在看不到，但我真的希望你能用心去感受你新的人生。你到底是想要跟我说什么？我怎会对你的回忆当中听到烦恼、警告，还有给我受伤的意思啊？其实万德万不是你想那种好人啊，要甲你领导转去，迄是伊要甲你当作甲母甲联姻的工具，所以才想跳过你，让吴信贤知影真相。你是讲吴信贤嘛知影我是阮心仪哦？无毋对，我伫想，伊想要先完成万家甲母家结亲情。刷了我的行为，不该尊重你，安尼以后因在后面做代志。今日，不管是亲情，还是爱情，只要是感情，是无意图的，是真单纯的，我相信你比相公较知影。虽然讲我今麦知影真实的真相啊。也因为知道我自己去用温暖，所以我跟我的心来看看，用过这段时间跟他们的相处，我真的是感受得到他们对我是真心诚意的。尤其是我住在万家了，我妈等于是可以说她的生活完全以我为中心，这不是假的出来，也不是在搬戏的啊。因为主导的不是万夫人，是万条湾，我嘛相信万夫人对你是真心的。我原本真万分、真扣分，万夫人以前啥一直针对老家。阿母迄天我去拜米姑的时阵，我看到安达王爸爸，我对伊想法改变了。所以你嘛认为讲，我嘛是好人对无？那安尼无得卡。你嘛是同款戆戆阮爸，其实伊嘛是好人啊。我知影，你有五年前感觉讲伊甲陈忠诚斗相共，所以阮爸有私心，伊毋是好人。啊，毋过阮爸嘛。晴雨，万条我是伫暗打你啊！伊用任何借口来骗你，其实。其实是啥？啊，你话莫讲一半好不好？你也要讲，这一边讲得清楚啊。其实我甲文耀怀疑，
阿你失去记忆，失去咱爸爸迄场车祸，是万达湾造成的。甚至阮小妹安琪的死，有文件失踪，罗家崩败，这一切不幸，拢甲万条湾有关系。你即马冲入去啊，是会打草惊啥物啊？不如就靠先听看卖安讲啥。阿哥，听我的就对。那恁有查到啥物啊？敢有查到啥物证据？我有查到五年前车祸现场有一个人证啊，也毋过到即马为止，我还要找到这个人。卡斯光也找到啊。就会当证明万条万是不是五年前无爱钟嘉玲。我会勇敢啦，但不过我嘛希望，不管恁查到啥物，进度是安怎，也拢爱让我知影，好不好？我知，啊，不过你莫记。对吴信贤，你该来卡说你，毕竟我怀疑那万条湾是不是有啥物险，啊，不过今麦大房地乱啊，地房掉色，这就表示讲，吴信贤若抓到你，伊接边你的位置，都只下骨较稳啊。伊若是有这种想法，就代表伊对你的感情，我参照一开始遐尼单纯啊。那吴信贤看到我伫遮就麻烦啊，我先来。家父嘛受过鼻屁啊，为着要使让我静月感情，竟然利用静月心思，甲我对静月真心，变作受无底感情。这也阁毋是从未记的。假使五年前罗家峰甲静月结合，真正是万条万做出人去做的，你认为？金玉敢有可能原谅伊迄个爸爸？啊，恁的婚书敢有法度顺利进行？若是无甲金玉安套好势哦，又在迄个罗家峰甲陈文瑶伊两家鬼甲牵去，死狗，你就会变做上头工啊！金玉，不管罗家峰甲你讲啥，你千万唔通藏伫心肝内，伊就是对你有企图。伊现在三番两次来接近你，吴信贤，想做原本一件单纯的代志，你的眼内会变到这么奇怪啊？你敢袂当要这么阴谋论啊？就算讲伊对你无特别心思啦，伊若是心无邪唔惊鬼，那就安尼唔惹起来。阿伯来看你，直接来看就好啊。那就挑工先表心面甲情面，那无怪心面咯，伊安尼我袂想啦。心无邪，唔惊鬼。爸，你来好意思讲这句话啊？你安尼讲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，办心面这件代志，是安怎你从头到尾拢没有问我？你看，何罗家峰手在咱头前，甲静瑶讲这件代志啊啦。静瑶啊，你莫白想啦，爸妈对你的疼惜是真的，我绝对不是欺骗你。我
阮会选择无甲你讲，阮骂你，迄是因为吼，恁爸有其他考虑啦。妈，自从我有记忆以来，我就是一个孤儿。我一直足好奇的，想要知我的爸母是啥物款人，还佫我妈一直咧摇，是安怎？当初我的爸母会选择要放弃我？自从拄到恁了后，我真正感受会到恁是真心要对我好，所以我唔只会对恁抛开我的心，甚至我嘛甲恁当作是我的亲生爸母同款，伫咧依靠，伫咧陪伴。也毋过我想袂到，是安怎你无第一时间甲我讲这个真相？甚至当然吴信贤嘛知影这件代志啊，比我更较早知呢。恁大家做伙咧污蔑我。看讲我的存在有其他的意义啊！静玉啊，你还相信爸？爸一心跟他想要弥补你，绝对袂对你有其他的什么想法啊！对啦，爸，拄只静玉做检查了后，医生爱我甲你讲，啊，你过去一撮，有代志要甲你交代。拄好，有代志要甲医生讨论啊。素安，啊，你甲静玉顾好，阮等你回来。我知影。这罗家峰在甲静玉讲伊的身世以外，一定还佫有讲甚物有诶无诶，恁老婆听着吗？我好亲像有听着罗家峰了怀疑，进前伊甲静玉迄场车祸。跟你有关的，阿英敢有讲着什么人情还是不情啊？就讲也去调查，这罗家峰啊，无进无过，就安尼塞人情，余了了伊的心情。讲阿公，伊话你也听上去。杜真公，何进了知影我无意敢伤害着伊家罗家峰，其实我只要诚心道歉，赔罪。应该嘛袂怨我这个亲生爸爸，啊，不过伊若阁继续拖延落，我是安怎要帮助陈忠信对付罗家？这我都歹用啊！我总袂用讲是因为我惊素媛甲罗在兴见面会恢复记忆，又阁变到登记定位官啊！亲家啊，你看起来好像就是真烦恼呢。啊，敢讲五年前的车祸真正是？当然跟我无关系啦，我是感觉真阿杂啦。为着真个目睭哦，我都烦恼未煞。这条街放个早来讲东讲西，你到底有啥目的啊？家己宝贝查某囝变甲安尼哦，做爸爸的心情难免感觉阿杂啦。啊，不过我感觉迄个罗家峰的目的，应该是想要趁乱，所以让静玉对你产生反感啦。伊应该。是想要在你家摕到好处来补偿你罗家啦，想要嫁啦，想要到即卖人哦，竟然遐尔小贪又搁输袂起。亲妈，你讲的有理啦，是讲这罗家凤嘛奇怪呢，伊真正的元首人哦是陈忠信，啊明明家己拢已经选择放下，嘛咧替元首人做代志啊，即卖搁伫遮咧想空想方，有一寡有诶无诶。有够无完结的，伊就是无完结，反起反倒，再离婚了后就后悔啦。规工走去找静玉，一个送闪着手链，一个送什么八音盒诶，就参照红星同款，伫静玉身躯边飞来飞去。我看了真正有够阿杂诶。李红星啊，我袂让静玉甲罗家峰过交惨，我会交代病人保障，袂当让罗家峰搁接近静玉爸妈。哎呀，歹势啦！我来回家简讯了。万条万根本就无讲到实话，啊！不过若真正有罗家峰找到什么车祸证据，甲金玉的信心动摇，连婚事都无法度进行，安尼要哪会？